伊即卖拢已经看到你甲吴信贤订婚啊，只好甲归去，想一个办法，甲伊个嘴塞起来。廖宏志，你是安怎要来对待我？哎呦，你嘛较好心的好无啦？鬼门才拄乖呢，你雄雄起来就讲话，你敢吓惊死啊你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正要嫁给那个吴先生？讲啊！对啦，我跟吴先生订婚啊！你哪会知安尼做？我为着你。我把所有的行程我拢打起来，我牺牲我的青春去用乖，结果你一外头底就跟人订婚。我问你，我要你比真诚，咱讲的三面海誓到底是算啥？算成语啦。你哪会知安尼对待我？你讲啊，你讲啊！哎呦，是我已经起笑啊！我袂当阁急点点，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甲伊安搭好势。你就是讲，我愿意甲你放手，我的心嘛足痛足痛的呢。若不是客伯甲吴山集团有合作。吴信贤要哪有机会接近我、爱着我，甚至逼我甲伊结婚？我若是无顺伊的意，得失着伊，安尼客伯辛苦这么久的岁啊，唔着拢乌有去啊！你讲啊，我敢会当因为我家己的感情，我这么啊自私，去害着客伯？佩佩，你刚真正变袂过五山集团？对啦，对啦，五山集团哦，事业做遐尼大，咱若是甲伊徛对头哦，就袂输提鸡卵去拱石头共款，稳死的。阿哥，我伫咧电棍的现场，我看到你嘴笑目笑。袂输敢那赵涛种共款，迄个模样根本就无亲像捡人逼的啊！嘿啦嘿啦，啊，等到是迄个武信贤啦，安尼面傲面臭，啊，袂输伊才是予人强的啦。我无安尼做，要哪会用的？我若是因为爱你，伫咧订婚的时阵流目屎。安尼就是把吴山集团的名字拢下了了啊！安尼吴山集团绝对会拆断客伯的死路。你讲，我敢要阁有其他的选择？爱我嫁予一个我无爱的人，迄种心情你根本就无法得体会。我的心，我的心真正有够痛的。我甚至感觉我无法度喘气啊！我跟孟子伟着要等你，确实捌甲因拒绝过，啊，不过母家的人无愿意放弃啊，所以孟子伟着咱家不得已才牺牲家己。我真正嘛无愿意拆散恁两个人的感情啊，啊，不过我着是顾虑安尼。我才会甲因讲，干阿英想订婚、结婚的代志，等甲以后才去讲。用安尼来拖时间，等我的事业徛好在啊，唔免阁看母家的面色。当初孟氏就应该母家切互你啊。
你是不是想要跟我离婚？你是不是想要跟我离婚？你是不是想要跟我离婚？是要安怎甲你讲？今仔日你去现场就这么激动啊！唔着家在，你无入去找我算账，那无客户进前的投资就拢乌有去啊！你嘛会失去客户为着你安排的一切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你这么辛苦啊！唉，其实啊，我即马拍拼的事业，未来。也是拢交恁啊，所以孟子，那是为着我，伊搁较是为着你。伊知影，你出来了是根生人，要找头路无简单，所以伊想要为你打出搁较大片的江山，未来，予你直接接手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伊才会委屈家己接受物价，暂时出卖家己。换你光明的前途。想不到你对我的感情已经这么深吗？孟子，你哪会这么好？你敢知影，惹得我的心足痛。会当为你做的，我拢会不顾一切，就算的我替你去死，我嘛甘愿。孟子，我对不起你。文耀哥，吴新贤，你真将我看完了。文耀哥，你是安怎要拍我？金宇，你是安怎待在这卡啊？是谁欺负你啊？吴新贤，这种话你们问会出嘴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吴新贤，你竟然敢双脚踏双船去买金玉的感情？这么多年来，你捌流过目屎，结果呢？你一出现就来伤害伊。吴新贤，你是凭啥？吴耀哥，你是万想得到，你是跳开水好不？你是要解释啥？这种代志敢有夸张的？你莫摕着理由来做借口，莫想要使马出来做歹人，想要只有对伊忍心。吴新贤，你已经订婚了，我不准你为了钱去搞搞定，出去，马上出去！吴耀哥，吴耀哥，金玉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无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听我解释好无？你是干嘛开水上啦？我才跟你讲，我今日要请假陪你，你甲讲唔免，你公司要开会，结果咧，你走去找廖孟子订婚，你敢不是已经甲贪心气球放掉啊？原来你有我一个还佫无够哦，咱希望莫互相欺骗，所以咱两个嘛做伙甲欺骗气球放掉啊。啊，你是安怎？你的气球还袂陪伊甲天顶就破去啊？咱这大感情，自头到尾根本拢是假的，你拢是咧骗我的，你又莫来找我。金玉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，你明明知影我有完跳下廖孟之，我哪有可能心甘情愿甲伊结婚呢？我真正是有夸张的。不管你有完跳下伊，你拢甲伊结婚了，敢不是？惠弟，你今麦就是已经甲伊结婚啊？你唔免阁想要解释啊啦！我知影，我无老实甲你讲是我的唔对，
啊，不过我真正是惊讲你会误会，所以我才想讲，等代志拢解决了，才找你赔罪，甲你解释清楚。静宇，其实我会答应阮妈，甲廖蒙子订婚，拢是为着要治阮爸的病。治病？治病甲外人结婚有什么关系？阮爸得着一种罕见疾病，叫做骨髓增生性肿瘤，这是一种血液肿瘤，意思就是讲，伊血液内底造血干细胞发生突变啊，若是无赶紧做治疗，恐惊就会变成急性白血病。因为廖蒙子的血型刚好跟阮爸同款是 AB 型的，所以阮妈才想要利用伊，想要得到伊的脐带血，才想我去查伊。啊，不过我对伊真正完全无感情，我的心拢在静月心上，这点我绝对无骗你。啊，用脐带血治疗哦，那呢，唔就是要甲伊生囡啊？吴新贤，你拄则讲，等代志解决，伊才找静月赔罪。所以你意思是讲，你一开始就是欺骗静月，你要等到你个廖蒙子把囡仔生下来，你才来承认。你是要害静月变心，破坏别人婚姻第三者哟？我绝对无安尼想，我拢面大甲伊讲话，哪有可能甲伊生囝？你这摆是讲啥？你无甲廖蒙子生囡仔，你想要摕着囡仔脐带血，安尼你要来甲恁爸斗相共？吴信贤。咩讲袂出啦！我一定会当想到办法解决的。静玉，静玉，你相信我，不管是我的心，也是我的人，拢无可能会反背你的。这是我答应阮妈的底线。底线？吴信贤，你的底线就是委屈静玉来接受你。你安尼，我们先做上静玉。小玉。我爱静玉，我爱静玉拢袂好啊！我哪有可能去伤害伊？廖生，我一定要想到办法的，我袂让静玉等伤久的。静玉无可能浪费时间，你只要身上，静玉无欠你，伊也无可能认同你这种利用别人、心酸家己的行为，你可是三观不正。你回去啦！你无了拒绝你妈，你就回去。继续做你的乖囝，别再惹静玉啊！我是不可能同意你跟静玉做伙。出去！静玉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敢爱你一个人。静玉，静玉，出去！吴信贤是不是真正有苦衷啊？你看起来真……不管有什么苦衷，这么工资敢有意义？我的确是真正是靠伊妈逼的啊！伊妈讲啥就照做嘞，万一以后伊妈对你有歹心思，吴信贤够再来保护你。我来静月，我知影伊心内真艰苦。但过这种失去性命的感情，是无可能久久长长的。就算你话都继续相信伊，迄嘛是假。你敢讲话，作为婚姻的第三者？我甲你讲，莫怪迄种好的人家庭，一定有真侪冤冤冤。伊若毋是心内有鬼，伊早就应该讲清楚，在内面。一定有搁复杂的原因，唔是这种简单纯人发到应付的。听讲的话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要当作是一种病啊。